嗯、呃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开始讲青椒啊。青椒呢，它也是祛风湿药啊。青椒是龙胆科植物青椒、麻花青椒、粗茎青椒的干燥的根。青椒主要分布于嗯、呃、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，一般在春秋两季采挖，除去茎叶，晒干即可用。 青椒性平，味苦辛，归胃、肝、胆经。青椒可以祛风湿啊，清湿热，止痹痛，退虚热啊。它有这么几个功效。根据它的功效，我们可以推导它临床应用。那临床上呢，主要用于风湿痹痛、中风、半身不遂、经脉拘挛、骨节酸痛、湿热黄疸、骨蒸。 潮热、小儿肝肌发热等。呃，临床中常用的方剂有大青椒汤、青椒鳖甲汤啊。这些方剂呢，都是以青椒为主要的，嗯、呃，方剂啊，是名方。那大青椒汤呢，可以用于风湿痹痛、手足不仁；而青椒鳖甲汤呢，可以用于骨蒸壮热。 肌肉消瘦、气粗、盗汗等。呃，青椒的常用剂量是三到十克。呃，使用禁忌啊，久痛虚饮，小便多滑者要忌用。呃，青椒呢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叫青皮的啊，它名字比较相似，但是作用是完全不同的。啊，青皮呢，它是清热燥湿药啊，它可以清热除湿。 收涩明目啊，它这块体现呢是涩，涩呢可以收敛。呃，这两个药的这个共同点呢是都可以清湿热啊，但是其他作用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是属于两个大大类下边的两种药啊。青椒属于祛风湿药，而青品呢属于清热药，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药。 好，这块要区别一下啊。好，青椒呢就讲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啊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